请收看《卫星世界》，贵国神书天德经。心愿难填，三十三天望江返程。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咱请大家合掌，咱的共同共念世界和平，光明成就，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归国神师王禅老祖，南无归国神师王禅老祖，南无归国神师王禅老祖。安各位十方善知识，下咱今日下在中华民国台湾南投县国姓乡福禄村长寿巷六十六十一号善积善善佛寺千佛大善堂，举办着真趣真正殊胜的十年一次九九大法会。咱的九九大法会就是九十九天，这九十九天中间呢，咱的奉上诸经。九十九天中间呢，哈，咱每一天以素斋香花供传，咱奉请着咱玉皇大帝天公。甲诸天圣神佛菩萨连坛，甲咱加持护佑，会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咱伫八月初四，开始升坛，全省开始风雨就来，风来者，咱的十方三界万灵好兄弟啊，来到台湾来，好了，咱的天人圣将，天龙八部，诸天圣神佛菩萨，拢齐共来到咱台湾这块宝岛，所以有风则有雨，有雨，咱甘露发雾。咱众生都有水，所以风甲水，风水风水风水是咱万生万物的生命呀。风水者是咱人的生命原动力。所以本人遵照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在咱贵友年中华民国八十二年的时，咱启建第一次九十九天的发挥一时啊，嘛当时啊，风调雨顺，自八十二年九十九天的发挥完满以后，咱陆陆续续伫全省各地所在电视台、台湾电视台、全省遮个第四台咧，接受咱。的要求来播出易经风水面面观，尤其呢，这个风水的妙法呢，咱全省的第四台
无甲咱计较，无甲咱处罚，下来报出，这咱嘛是真正感谢着咱全省经营第四台有线电视台的功德主。啊，再来咧，咱成立着台湾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啊，咱成立这基金会咧，一重点，咱就是要将一经风水的妙法，要来讲解弘扬，和咱所有全国的同胞，哈，注重圣贤等等，会当接受接纳着咱易经甲风水妙法的思想甲法的好因缘。这十年以来啦，咱这个风甲水的妙法。咱伊非常科学，非常有理气，有智信、自信、智慧的智信。啊，环保学、心灵的环保、思想的环保、社会的环保、大地的环保，这妙法啊，一来落实，来弘扬。所以咱伫八月七日盛大的时，台湾啊。啊！咱这片的净土，南部做水灾，好兼风台。啊，这北部水对天顶就来，所以解决着咱这里用水的问题。可见风甲水是咱人生命的原动力。可见风甲水呢，这是咱人每个人所必须要的，无可能去否认。无可能去个放弃的物件，这是一种法宝，这即是天所赐予咱的天德、天德、天之德啊！所以风水是天德赐予咱，天公赐予咱的啊！政治上的大家不满，互相的斗争，政治上互相的诽谤，政治上。互相借各种的理由来制造社会的乱象，让大众心的不安。但是倒一位，你有法度，咱在欠水的时候，有那点心来求天，祈求良天护法保重生啊，化解艰苦释战争啊，也愿人心受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都是为政治人物，伊有迄点心，设法来祈求上天来降甘露。愈无风，愈无水的时，咱一挂人，万政府、万天、万地，将来拢毋要去反省忏悔着。咱是安尼，今日会拄着这个。风不调，水不顺呢，咱拢无安尼去做，这点互上天祝福菩萨，真正感觉真正遗憾的众生啊。所以咱伫世间，咱若有这好因缘，有这好智慧，咱时时爱祈祷上天会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啊。咱毋通在遐为着一己之私、一己之利，为着一己之私，想尽办法来报复，无迄点爱的心，无迄点慈悲的心，名声、国家栽培咱，到今日有遮好的地位，国家、社会，予咱的教育，予咱的福利，予咱每一工、每一工。每时时时刻刻拢有平安安全伫过日子，咱将来毋要去感恩着国家社会予咱的，咱毋要去感恩着上天所予咱的，一直制造社会的烦恼，制造社会的纷争等等呢，这拢毋是咱人所需要。所以今日呢，咱一只可见
99天的法会，护国设在法会。咱啊祈求咱的玉皇大帝天公，祈求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祈求诸佛菩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诸圣上等，体明体谅着咱众生的无耻，体谅着咱众生的无智慧，造成社会上的乱象啊！所以咱一家咧，正开始来仰仰佛力，贵国先师的慈爱、慈光啊、慈光，来调请着咱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咱的万家姓，11978位的咱的祖先的圣灵，咱的老祖公的圣灵，调请一灵团来遮听经闻法，来遮咧仰仗着佛力，佛道佛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这是咱每个人所希望的，嘛咱大家共同所需要的课题。咱台湾这几十年来，对政治的无稳定，到现在的稳定，咱要珍惜咱的国家、咱的社会。对小小的国家一块净土，咱有心来建设，建设圆满完整以后呢，咱应该心扩大到世界，扩大到地球所有的人类，会当扩大到十方诸天法界去。那么咱人、咱心、咱的德，就较天者、较天者啊，即是天德啊。天德，所以咱人要如何达到天德呢？咱只有一条，咱会当遵照经法去修行，实践用于生活之中。咱这部《天德经》，即是贵国先师甲咱开始，咱未到达到天，吼，这部《天德经》的妙法，就是予咱讲咱依法去修行。去每一天用在生活中间，好，用在生活中间呢，然后呢，实实在在去履行，啊无，有一天，咱的心、咱的境界、咱的光明，都甲天齐咯，甲天齐的时啊，即是天德。当咱的心灵、咱的光明、思想，咱拢是对光明明去的时，哈，上天、天公。会甲咱斗护佑，天公会甲咱斗保庇，天公、诸天、圣神菩萨、33天的天王会甲咱斗加持，这是非常殊胜的一部经。明在后节开始咧，咱就开始来正式讲解《天德经》。咱即个邀请各位简单介绍。咱这部经的演员，本人自民国71年病无死，发觉到世事的无常，发觉到世间的名利是予咱人甲人中间结善缘的好的桥梁，世间的名利是伫予咱做功德，在死无去以后咧。深深忏悔，忏悔着过去对名财利咧，这个执着无智慧的执着啊，才发觉到人无偌高啊，人无偌高。人力会当飞天，会当创地，当一旦业力现前的时，你先走走袂离，走到天边海角，入到天边海角。走到天堂，入到天堂；走到地狱，入到地狱。如影随形啊！所以本人伫71年，一场病死无以后咧，深深体会世事无常，名利无常，真真正正有常是啥？
咱迄粒善心，真真正正属于咱的是啥物件？是咱的善念，善念，咱的慈悲的心，慈悲的念头，才是真真正正属于咱的。慈悲的念头会当予咱带登天堂。咱歹的念头，咱一心一意，甲咱执着名，执着利，不计一切手段，伤害着亲情、朋友，伤害着社会。你所得到的名，得到的利，所带登的多一点，只有带登地狱的世界。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啊，前几啊个月前呢。咱就是信徒弟子，我甲讲，你爱对我修行，时间到了，啊，世间的万行代志，名利，拢是暂时，互咱人甲人中间结好缘分、结善缘一个桥梁尔。你唔通甲看作遮个名，就是你永远属于你的。啊，你的身体嘛唔是属于你的，若是你一心一意执着讲这个身体是你的时啊。业力现前，无人我都甲你救。我讲对我修行，伊讲老师，啊，恁修行的人，拢讲叫阮修行，修行有啥物修？我莫做歹代志，吼，我莫害人，啊，就好啊。我那是安尼，就爱去遐食菜。哦，种种问题一大堆，一直问。我讲你错去啊，无害人是咱人本来应该有的责任甲义务，啊无骗人是咱人咱的义务甲责任，那么伤害人、骗人、怪人，啊等等嘞，这拢无功德可言呐，这是义务甲责任。那么你爱发出。更加大的慈悲心，你的爱心，爱祝福大家，你要去祝福到你的冤仇人，祝福到你的亲戚朋友，祝福到你的厝内底的人，祝福到你的种种生理的对敌，祝福到你的政治的对手，等等嘞，你拢爱祝福伊，祈求诸天神圣来加持，互因顺事。你爱有一点心，好、哦，真无欢喜。阮小人，我是安尼，就爱干嘞。我是安尼，就甲祝福。我你错去啊！有缘才叫做冤甲神，有缘才叫做冤甲亲甲姐甲主。所以咱无量劫以前到现在来，咱拢会当着真济不如意的代志，咱因为无智慧。咱若是一个人，时时发出一个慈悲的心，发出一个爱心，时时祝福他人的顺事的心的时啊，叫做慈悲心，叫做修行。咱就是信徒嘞，啊，伊就啊，你食西门饭的人，甲恁讲无路用啊。我好啦，我等你三四工钟啊，哈，就等着啊喽，老师。我想要去山里了，要去啥？我要来遐休困呢，去大饭店休困。我山里无冷气，唔是啦，我是要修行啦。你修行时间还未到，你的心、你的愿、你的不愿，等等呢，还未具足啊。何况我忏悔，老师，不过我最近去验，去医生馆去验呢，讲我的肝内底一粒差不多这大粒啊了，肝内底这大粒无。我吼起来山，我无爱啊啦！你肝病到未来，我山无法度去甲你照顾，无法度甲你伺候啊啦！先去医好才起来。原因是安尼，无迄个心。啊，病爱身体病爱找医生，心病爱找宗教家，爱找神找佛，无论是天主教。啊，基督教、一贯道、佛教、道教、天地教，啊，天地教，种种的教义，拢是在启发咱人内在心灵、生命的光辉。
所有一切的法，拢是甲天地，嘛是天地啊。所以咱要到天地甲天地这条路，更加为路。所以咱自这个五年前开始伫台视公司，哈、啊，这节目《弘扬易经风水命名观》的风水真经，哟、啊，到现在来呢，咱所结缘的看偌济个，对未安到心安的路途路径，叫做经，叫做经。咱真济十方善知识，家内未平安。早是透早，啊，看到咱这个时段讲易经风水的妙法的时，自己家己厝厝内底自己 DIY， 家己动手，家己动手咧，家己做，家己调整，结果安定落啊。这嘛是一部经呢，这就是对未安到安的境界，叫做经。那么天地经，天者面的是阳。吼，天下下面呢，吼就阴一阳一阴，而是咱人的中央，三才合一者为天呐、啊，三才合一。对咱天阳，吼下面这一环破坏着阴，老阴老阳，吼个人天地人三才合二为一为天。咱对无开悟，对有烦恼，对无痴，开始咧。咱因为体验整个人生，对善这边行，对光明去行的时啊，咱开始我都达到心安光明的世界，光明的天界。所以这条路叫做天德啊，天德经。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大慈大悲。自民国72年以来，以风水的妙法，以易经的妙法，啊，对无开始，空中妙药，空中妙药，传这的妙法以来，是全省所结的善人已经几啊百万人，哈啊，全世界其他国家接受得到。咱台视这时段的信众大德嘛非常的多，这即是天呐、啊、甲人呐、啊、甲地啊，叫做三才贯一，三才合一啊。各位是方圣知识，啊，咱各位同修，咱今日呢，啊，就这一年，啊，举办着99天大法会，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护国，色彩的发挥。好，咱呐要来讲一部《天德经》，这是咱一个人一生真难得的，一个人一生真难得有诶。希望咱大家哈、啊、按时、准时来收看，共同会当来成就一天者的功德。即是无量之功德啊！今日时间的关系，到这就段落，祝各位。